三娘，欢迎来到我的切花花园。现在是早春时节，现在的切花呢，就是我们去年秋天跟冬天埋下的，现在呢，它们都全部惊喜绽放的。请跟我来吧。这一片呢是德国鸢尾，也是我最喜欢的球根。它的叶子呢，在绿里面透出一点蓝色，水叶子，而且是四季常绿的，所以非常漂亮。然后现在它们都还没有开放，所以在中间呢，我砸中了一些郁金香，还有呢这个洋水仙。这样的话呢，在它们没有开花之前也可以观赏。这一朵呢是多花郁金香，你看一下，它有三个花头啊。现在我们可以先不剪下它，我可以把这一朵洋水仙把它剪下来。这种是全白的洋水仙，我在园中种了很多白色的洋水仙，它们也是不同的品种，它很香，又叫丁香水仙。这个品种的郁金香叫紫英雄，你可以看到它现在开满了之后，就像芍药一样，但是它比芍药要便宜多了。好，我们把它剪下来。这一片的效果呢，要靠它的老补了，我把它叫做面纱花园，因为它种的所有的植物都是非常细碎的，然后有那种迷蒙，有那种如梦如幻的感觉。比方说这个柔软的很细很细的细叶针毛，还有这个一蓬一蓬的开白色小花的满天星。然后呢，将来这个大花冲它会挺出紫色的细碎的小花组成的花絮。这个是在春天的时候的景象，现在呢因为是早春，它效果还没有出来。然后我在这中间呢还砸中了小花金鸡菊，那么在秋天的时候，夏天的时候，它开出细碎的小花，所以整片都是那种如梦如幻的感觉。这里呢是早春的时候园子里面最漂亮最美的一块地方，上面呢是樱花树，然后下面呢是所有的球根的大观园。整的来说呢，它这一片就像一幅水彩画一样，然后呢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一种新的球根开花之后，就等于是这一幅画又添了一抹新的笔触。这一片球根呢，现在是以蓝色、白色还有黄色三种颜色为主基调的一个花茎。这个是银莲花，可以看到它黑色的花心跟蓝色的花瓣这种对比非常美，我毫不心疼地剪下它。然后这里呢是白色蕾丝花冰的郁金香，这个是悄悄花，它每年都会复发，而且它每次开的它是小花，但是它花量非常的大。铁筷子这一丛呢，我种了很多的品种，基本上是红紫色调的跟粉红色系的，它呢是四季常绿的，在其他球根还没有出土的时候它已经开始开花了，所以我很推荐这一种铁筷子。现在它已经开始褪色了，那么这些都是种子，以后呢种子掉到地上会生出很多很多的小的铁筷子。这是白色的银莲花，你看现在它的花心不是紫色的，是白色的，非常协调。这一片的白色呢，主要是白色的银莲花跟白蓝色的花酒，花酒也是我很推荐的一种球根，因为它花量非常的大，让这个颜色非常的清新淡雅。我在这个花酒中间还套种了蓝白色的葡萄风信子，还有香雪球，所以这一块呢看上去还是蛮丰富的。这一片球根呢是今年种下去的，所以它开花的是最早的洋水仙来说，然后呢它现在已经有点残了。当时种下去的时候，因为它全部都是黄色的色系的，所以我在下面搭配了黄色的脚底和蓝紫色的脚底，这样的话有一个撞色的效果。作为切花花园来说，要种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叶子，特别是银白色的、银蓝色的叶子，还有黄色的叶子，这是我最喜欢的。在上海来说，这种银叶菊它四季呢都可以保持这种状态，然后现在春天是最好的，用它来搭配花材是蛮好的一种。除了银叶菊之外，那么还有银白色调的、银蓝色调的叶子呢，比如说明毛水苏啊、多花桉啊、油橄榄啊、雅菊啊，那么这些植物都应该多种一点。朝雾草呢也是银白色的叶子，然后呢因为它的叶子很细，有种梦幻的感觉，是用来搭配花材也是非常好的植物。这一片呢是我将来计划是要种大丽花的，整片都种上大丽花，因为大丽花夏天跟秋天还有春天
它的花开是不断的，是非常好的切花，也是我最推荐的切花品种。在种大丽花之前，这片是空的，所以我呢就准备做一片野花草板。那么现在种的呢是红色的郁金香，还有各式各样的报春，各式各样的角堇和雏菊。郁金香呢在上海是很难复发的，所以基本上切花的时候就直接连根拔起来就可以了，因为它第二年呢是很难再开花了。这一片呢种的都是我的宝贝，就是各式各样的彩叶树，其中以蓝色跟黄色这种对撞为主。蓝色的有蓝山、蓝冰白、蓝湖泊，还有这个水果蓝，这都是蓝色系的。黄色系的呢，也就是说这彩叶系的，这个有各式各样的枫树、蝴蝶啊，橙之梦啊、红雨衣啊，各式各样的树。那么它们这种颜色的组合呢非常的丰富，还有层次，色彩的层次，包括它的高低，都非常美丽。我很喜欢它春天的表现以及秋天的表现。这一条小路在秋天的时候会落满银杏金黄色的叶子，然后现在是春天，两边开满了二月兰。二月兰呢是最好打理或者说不用打理的植物，因为它会自播，所以只要你种上一年以后，每年它都是这样的一条蓝色的小路呈现在你前面。这个呢就是切花之友了。等会儿呢我会做一个花环，然后大家都会比如说喝完牛奶之后，其实这个奶瓶也可以插一个简单的一个奶瓶花束，然后再做一个花篮，以及再做一个花翁。有人问为什么你喜欢把花剪下来呢？因为这个花它在枝头活了一次，然后当我们剪下来之后，它们重新组合，重新相遇，这样它又有了第二次生命。在这里有无尽的生命，无穷的变化，有真美趣的自然。站在春日花园中，你可以同时体会到清澈的平静跟猛烈的欢喜这两种情绪。一般来说在热恋期，在恋人身边你会有这种体验，但是你所爱的花园在一年当中，这种体验它一直在慷慨地给予着，这便是造园的乐趣。现在所有的这个插花已经完成了，这个呢是花环，主要是撞色，就是银白色、白色、黄色跟紫色，那么它可以悬挂起来。这一瓶呢基本上把园子里面所有的球根都把它集中起来了，所以有时候我说这个插花就是你的花园日记。你翻看以前的插花作品，看了一瓶你就知道，哦，现在那个时候我的花园有哪些花在开，所以等于是把整个花园都浓缩在一瓶花里面。这个呢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可以看到的，那么随便摘一下就可以做成一个小的奶瓶花束。春天呢就像一出连续剧啊，现在呢只是序幕，到四月份跟五月份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园里面呢所有的花都开了，但是会是更美丽的场景。我呢也会在我的公众号里面记录我每天的插花，欢迎大家关注我的公众号，是一抹颜色。